彰化国际力赞。哇，太好了，大哥这样子 OK 吗？照相在外面。那接管理来先。啊，本日听你的啊，我问你。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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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Do you know how happy we are when we see so many English picture books in our library? 您知道吗？当我们看到学校的图书馆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英文绘本之后，内心有多开心吗？ Our parents and teachers always tell us that we have to learn. 这太有意义了。我们谢谢县府的孙根波总，感谢孩子懂得感。孩子们能够跟世界接轨哦，那又有国际观，那很重要，英文的程度就真的是要来加强哦。那在这边，我们这个特别要谢谢我们校长老师们啊，这几年来对英文教育的一个用心哦。那我们也发现，那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适度的一个阅读也很重要。那随着这几年来，除了我们努力的在营建我们的图书馆啊，包括我们的书服阅读啦，或者社区共读站，那等等也有一百多座了哈。那英文呢，我们在过去爱的书库的这个区块，在这一次用的现款有300万，那总共采购了540个书箱，有18900本的这个书籍，那分别给17所学校20个这个图书馆，让他们能够来这个学生能够增加我们英文的阅读，那期盼透过这样的一个增强阅读力，让孩子们尽早熟悉这种的这个透过阅读来开启他们更宽广的一个视野。那因为这个我们爱的书库它是会轮流的，在这个学校阅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呢这个书籍是可以到另外一个学校让它做广泛式的一个这个使用。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校长老师们的用心，怎么样让孩子更具有国际观，大家一起努力。这一波的这个总共哈，这次的我们的揭牌活动总共有17所学校哈，共20座的英文爱的书库。那对于学校的小朋友来说是一大福音哈。那毕竟学校在英语教学的这个老师的创意，我想目前是有的，但是在英语的学习资源上哈，还是比较欠缺。那这次我们县府一口气有17所学校20座的英文爱的书库，每个学校。大概像以我们信义来说，每个学校我们信义总共有这个9个年级获得了50几项的补助。那老师们在英语教学资源的运用上，哈 ，Ready，Ready，OK，好，我们3、2、1，请接彩。太好了，耶、yeah ！来，我们做一个定妆的拍照。来，我们往前看，哈，来，好。我们举赞彰化英语力赞 ，OK， 再一次哈，我讲彰化英语，大家说赞，彰化历史的时刻 ，OK， 彰化英语力赞不赞？赞！再一次，彰化国际力赞不赞？哇，太好了！彩带分飞，再一次，彰